这次最早是去年4月19号，拿手就会给你照一下。这还是一个早期肺癌，可能是微浸润或者浸润，你可以考虑做手术，因为它长的位置挺靠边边的，做一个小手术对你的损伤不大啊。因为是，对，哎呀，不对呀，这上面好多磨玻璃，要做的，来再照一下。要做的话，可能要一起做掉。看到吧，这他都没给你写，这其实这个范围很大的，这是原位，要做就要一起做，只是这些密度低，没那个那么危险。太多了，到处是。原来的图片有没有？原来都有，在这里登，就是那个不行，那个是烤盘，我要对比，因为你太多发了，如果跟之前对比没变化的话，就再继续观察。要一定要看电子影像才知道它他报告因为跟报告我不一看到的不一样，每个人医生看的不一样的，所以你才来找我看的，知道吧？所以你最好把之前的拷贝出来，因为有一个这个结节了，就密度很高，密度相对高，可能就会建议你处理掉。这但个是白呢，板你有这么高多，血左边压、右高边血都有，压。上面下面都有。所以我要综合考虑，所以我把没有所以看要的我都拿要过来判了，断，所以如他果们说全是都过来了。这个结节，就是这个大的这个，确实变化了，就还必这须个，做。就是如果真的变化，就必须做，必须做，顺便把右边的就都要做掉，省得你再担心，是吧？所以呢，你最好去烤一下盘。能不能做一次加强的那个心？作用没意义呀、啊，就没那必要我做已经给加你强。判这个断，时间段来我解已经决，给你判断了，它对，就就是是要肿把瘤以了。前的拷这个贝时电子间影像，有然什么后跟变现化？在的电子影像对比，这么长对时比，间有没有如果变不化，变是化的哪话，就个变再化继怎续么样？观察吧。谢谢医生。